兄弟，你趁现在赶紧走吧。我们健康集团是老大，是啊，兄弟，你是我二人的伯乐，二人一定护你周全。就凭你，你配护他周全？等会展结束，你们几一个都走不了。我说的，你们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干。哎，还没学出胜负呢，就急着庆祝了。还有什么好比？我有这么多人，还有这么多钱。 还有丰足健康集团的权，你凭什么跟我比啊？好兄弟，有时候吧，有钱能解决世界上99%的忙。莫非你以为我们帝都世家立足百年，凭借的仅仅是钱吗？不，我的意思是呢，剩下的1%无非是需要更多的钱吧。江防，你已经是强弩之末，别在这故弄玄虚了。卧龙，凤雏，得一人便感天下。 今天我愿意再出资3亿，打通所有渠道，让所有人都知道健康集团。10亿，你取的很急，谁能拿得出5000亿现金？哪个不是非富即贵的大少爷呀？我可能这绝对不可能！你们几个干什么吃的？早就说过公司的食品不要加那么多科技与狠活，现在他妈的都吃死人了！陆少华，吃死人了！这狠活集团吃死人了！这种企业怎么可能在存在？咱们投的钱全打水漂了！我刚刚还砸了几个亿呢！妈的，狠活集团的东西受儿子死了，丧尽天良的企业呀！我要你偿命！ 我就说味道怎么这么好，原来都是科技与狠活啊！哎，别拍了，别拍！听说狠活集团的食品是因为超出科学剂量才吃死人的，是这样吗，李阳先生？我们全都是真材实料啊！狠活集团为了利益草菅人命，敢问贵公司承认吗？李总，咱们狠活集团打怪 这家伙，什么？我哪里是其他的科技与狠活？我说怎么没人买我的东西？健康集团啊，虽然味道差了一点，但是啊，却用的是真材实料。现在呀，所有的企业家以前部将投资投到了健康集团旗下。兄弟，你听到了吗？我们好像要发了！给父亲，汽车破产了。怎么样，徐公子，还跑？ 都是因为你，是因为你，徐家才把所有的钱全都投进去，要你死！要我死？我可以明明白白的告，今天就算我投了狠活集团，我也不会。钱对我来说就是数字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不都告诉你了吗？我呀，可是财神爷，你和我比财力。江公子。 刚才吧，我们是狗眼看人低，其实您才是那云长，您才是帝都的真命天子。是啊，那徐家能跟你比吗？那还希望江公子能多多关照我们。你们这群混账，替徐家让你们家破人亡，还让我们家破人亡，你都破产了，还敢在这儿？江公子，需不需要我们两个帮你解决这两畜生啊？ 放开我！什么？放开我！江鹏，你不能好死！江鹏，你怎么突然这么有钱了？你之前不还是……其实啊，我是财神转世，这些东西呢，只要我想要就会有。我只有不断的散财，我才不会失去一切。南宫，你以后就是我们健康集团最大的股东。那这下。 你就不用再担心你母亲的公司破产了。谢谢，恭喜完成了散财50亿的任务，下一阶段任务请在5天内花光200亿。银行卡到账200亿元，钱都是钱，我怎么花啊？怎么了，我的小财神？这次又要散财多少？啊？ 200亿，这得花到什么时候啊？不然我们挥霍一下。
我今天告诉你们，你们接下来七天的消费全都我买单。挥霍时代现在开始。怎么了？我们的小财神也会累啊！哎，挥霍了一天了，能不累吗？那看来你是没有办法接受我给你的礼物了。啊？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。我保证，这是最好的礼物。等着吧，我保证。你以后每天都能看到，可不能那么快哦。家伙，你们干什么啊？家伙，你虽然有很多资产，但是你如果整日挥霍、坐吃山空的话，你那些钱迟早会花光的。钱花光还不好，这个人怎么这样？您本次需要散财200亿，还剩80亿，目前仅剩时间一天。我操！江总，你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你接着说。是这样，江总，你现在在我们公司的占股已经达到了90%，是我们公司最大的股东。你是否是要去咱们公司看看？啊？去公司看看？你要带我赚钱？嗯。哎呀，不愧是我苏王，这公司没有你俩，我还真干不下去。段先生，注意形象啊！注意形象啊！我都不重要。哎，先生，这里是食品加工厂，衣着不整洁，没有预约，不让进啊！我可是咱们这个诸葛经理和司马经理的小子，这位是咱们健康集团最大的老板，是你的顶头上司，你连自己老板你都不认识啊？我看你是不想在这干了吧？我这觉得这小伙不错啊。小伙子叫什么名啊？老板，我叫路人甲。路人甲还真是个路人的名字啊。那你这一个月工资多少？才3000。3000？咱们什么公司啊？食品公司。食品公司什么最重要？好，快乐，安全。安全最重要。小伙子，就刚才我看你拦我这个气度，我就觉得你有气可嘉。这样，我破格提拔你为咱们保安队，月薪嘛，5000。啊？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真的。钱？钱在哪儿呢？来，哎呦，再来一个，哎呀，等会儿，一会儿下班去财务再去领10亿，你只需要把咱们这个公司的安保制度过重，剩下的自己分。哇，要出息了！工作好，哟，工作态度不错啊。啥？那儿子，妈有这5000万，该咋花呀？哎，乔总，咱是做生意的，你不仅不压员工工资，你还这么给钱，这钱够吗？什么够不够的？哎，咱们年轻人做企业格局就算大一点，
那怎么做公司你知道吗？老道，就说给员工所有的福利待遇都是最好最贵，企业给我建造最好的黄金地段，我雇外国设计师，员工宿舍给我建最好最贵的啊，电梯直接入户，那最少也得400来平米，什么光缆啊、宽带啊、卫星啊，能接得出去的接啊，再给我建一所那个贵族学校，教材直接用哈佛的，还有那个三甲诊所，全科24小时候诊，就是一个字儿。你说就这样的企业它能不成功吗？我告诉你，咱们公司就一个宗旨，不求这个。江总好。保证好好工作。你看看，这多积极嘛！老板好。好，老板好。好，张总，咱们带来的钱好像什么？钱不够了，咱们赶紧取钱。我差这点钱。好，把这些钱啊，给我按下，公司职位全部给我发下去。今天呢，给大家交来公司，主要呢是帮我弄回来。主要呢是想让公司的高层都认识一下我。我今天啊到咱们公司，我发现呢咱们这楼下的保安呢一个月只有这3000块。3000。啊，我问问你，咱们公司的安保谁来负责？我说他们能努力工作吗？咱们大家工作这么辛苦，钱还这么少，这合理这不合理。你看啊，咱们公司前台小姐姐连化妆品都买不起，啊，就让别人看见了，不得说我开不起工资啊。至于你们两个也算是我左膀右臂了。这样吧，工资涨个100倍吧。可是老板，我们没那些资金涨工资啊。哎，对喽，小兄弟，你说的话说到点子上了。我告诉你，这钱全都我来出，你们只需要把这20个亿全都给我分配，千万不要给我省钱啊。老板，我受过高等教育，我的品格不允许公司里出现挥霍浪费不公的情况。读书人说，我就喜欢读书人。啊，江总，你看人真准。干什么？江老板，我是隔壁公司的会计，我从业20多年会计了，非但没有受到重视，反而一直被压薪资。我听到你这边的消息，特意赶来面试。会计啊，来，那你一定很会花钱了。我是知道一些大型投资的地方。好。就你了，明天你就来上班。江老板，我是干销售的，您看我，要不给您表演炫一个？江先生，我是做私人秘书的，要是我来干就行，没事的话就找我也行，我有很多经验的。老板，我做资料和运营。好，你们啊，所有人明天都给我来办公室。好。江老板，江老板，听说您这里广收贤才，我想 ACC。我去，这气质，这颓废，兄弟，你就是我散财的不二人选呐。你听说过我的成绩？不，我觉得咱们俩无比投缘呐！你明天就来上班，一定来啊，一定来。上班，看这老板的鞋当当。